哇！你这囡仔是怎行路的啊？安尼足危险的呢。是的啦，是我无注意，歹势。无要紧啦，你一个囡仔人尔哦，阿爸袂甲你计较啦。啊，你是安怎行路的？唔都较细腻的。我跋倒是无要紧啦，啊你跋倒受伤咩安怎？你爸爸妈妈会烦恼呢。我知啊，阿爸，你无烦恼。无烦恼啦，来，就摕好，紧转啦。是的。袂啦。 哎，啊！你伫遐创啊？你也设计啊？阿兄，你敢知影拄只迄个囡仔是啥？啥？是你的后生。你莫有白讲的。伊就是立德。阿兄，你敢想欲知影伊即摆过了好无？你莫阁讲遐有话无话啦！我杨秀良干那两个后生。 是啊，你嘛惊较慢呢，足重的呢。啊，你着恁看起来，阮立德细汉时阵哦，我拢爱死过去。你若甲我共款哦，你着感觉这无算啥。啊，我着无姊哈厉害啊，人立德拢嘛讲哦，伊妈妈是大力水手，连几乎哦，你毋敢念哈？拄则迄个太太，敢是立德的养母？啊，我敢需要去探听者。 小姐，啊，你这人哪呢啦？我惊一下。我看你在那边鬼鬼祟祟的，是有什么事吗？我有什么代志，跟你有什么关系？哎哎哎，小心！啊，你敢是来这送货？你要说我是来送货的也可以。哦，啊，你敢是头一次来这？ 甲头家娘敢有熟识？杨立功的阿哥，伊哪会来遮？唔知影伊是虾米款的人吼。你问这么多，是在做身家调查？无啦，就好奇啊。无，我是袂当问啊。我就是想要问看卖，讲这间店是毋是要开啊？啊，敢有需要服务生啊？安尼敢袂用？ 所以你是来应征工作的，那别在外头鬼鬼祟祟了，进来吧。是啊，你个讲哦，要甲我甲德胜煞做对，袂赴啊，人已经有女朋友啊啦。什么女朋友？恁误会啊！哦，姐啊，你听看麦，国台语双声道，好有默契哦。你真的误会了，这位小姐是来应征工作的。 对啦，我是要来问讲，恁家敢有欠服务生？当然嘛是有啊，啊，不过阮家哦，毋是清清菜菜啦，当礼拜啊。啊，你安尼是咧创啥？你莫紧张啦，我总是爱验一下货，知影你的 size 甲阮调有合无啊？吼、哦，哎呦，歹习惯呢，咱即摆是咧做证件的生意呢。 是啊，你真正是大力水手呢，拍人足疼的呢。是啊，阿且问，你之前敢有做过服务生的经验吗？无呢。无嘛，不要紧啊。啊，你看伊西装遐尔水哦，查甫看到一定喜。你讲对无啊？问我干嘛？当然要问你啊。
敢讲你无承认你是查某呀？歹势哦，恁家是啥物店啊？啊，是安怎请服务生，搁爱请查甫人会介意？你们怎么只知道他只是卖吃的，说不定还会卖别的嘞？你的意思是说，那间店里面有做黑的？小姐，你千万唔通误会，阮这哦，就干那咧卖吃的物件尔。啊，不过金胖对我讲的毛无唔对，伫个这个世间，查甫甲查某拢占一半，啊，查甫人介意，咱生意就做起来一半，对吧？哦，我伫实体工厂上班，我那是暗时来这倒沙工，安尼敢会？会用的啊，暗时才过来，先做几工试看卖啊，啊，若真正有适合哦。咱再来讲其他的条件啊，较薪水啦。欧巴。